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我没带枪。几天不见，厉会长清点了不少。哎，我说厉会长，你倒是吃啊？是没胃口，还是嫌菜做的不好？要不，我喂你吃。 说说吧，我不该擅自闯进你的家调查你的去向。谢天谢地，米兰没死。陆伟当那一夜，我没想杀你，没想杀我。 干嘛对着我开枪？穆梨花看见我拿枪对着你了，我不可能不开枪啊！而且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，我怕你先把我杀了。我那枪是对着穆梨花开的，那都是穆梨花的主意，她是池山鹰的贵客，我不可能违背她的旨意啊！你觉得我信吗？我知道我没脸求着你饶命，我三番五次的害你。
你要不是沈志恒是个普通人，你早死了。我确实是不胜其扰。沈先生，你看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沈先生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你不是和司徒威廉闹掰了吗？我可以顶替司徒威廉。你不是要血吗？我可以帮你找血。你要多少我要多少。我不跟陈善英了，我跟你。你连我跟司徒威廉闹翻了都知道，你查我查得这么紧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你可以看我表现啊。想必厉会长就是通过这一套在池山鹰那儿爬到现在的位置吧。你唯一的一次表现机会就是在火车上，但是你没有珍惜。你我也算是有缘，但是有缘无分。你杀了我几次我没有死，现在我们换一下，换我杀你。你不杀人呢？你也被称作世人，那你知不知道穆梨花一直针对我是为了什么？你知道穆梨花一直针对你，那责任应该不在我啊。我今日关你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，至于穆梨花也好，池山鹰也罢，我自会处理。你把事情推到他们身上，以为就能逃过一劫了？沈先生，我还有事情要办，你就等我回来吧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我心情好的话。沈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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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出去啊！沈先生。